能天空高挂我的梦。好多人话香港人咧就好现实嘅，净系识搵钱。话香港呢个地方咧系文化沙漠，但系我对呢个言论就有啲唔同嘅睇法。大家好，我叫罗金荣，阿 wing， 我系一个全职音乐人啦，亦系一个创作歌手。喺千禧年嘅时候咧，电视台咧有套电视剧叫做《男亲女爱》。里面的主题曲《蓝天》呢就是我作曲的。我做了音乐就30多年了，我除了作曲还有帮不同的歌手做唱片监制，合作过的有钟镇涛、黄子华、林心如、马俊伟。而在黄子华动足小show里面呢，我更加担任舞台监督一职。我舞台监督我就是 Q， 他都负责，他是我老友阿 wing， 多谢晒。跟很多香港人一樣，我小時候都是在公共屋邨長大的。我記得呢，隔離屋有個大哥哥，那時候經常都播 Beatles 的歌的，慢慢之後呢就愛上了唱歌。在那個年代家庭環境又不好，沒錢沒資源，都是靠買書回來自學。其實當年香港電台呢在1984年到85年呢就搞了3個歌唱比賽的，第一屆的冠軍呢就是張學友，第三屆的冠軍呢就是李克勤，而第二屆的冠軍呢就是我了。就是這樣正式入了音樂圈這一行。在2001年的時候呢，我就出版了我首張的個人專輯。在那時候我就拿著支吉他就落咗去旺角行專用區度自彈自唱去做宣傳啦。據我所知，香港第一個我認為是真正音樂人出嚟搞 busking 咧，就係羅金榮。當時冇 busking 呢啲咁嘅概念嘅，即係好大膽嘅。由攞獎到而家咧，雖然都過咗好多年時間啦，但如果你問我有冇後悔過選擇入音樂圈呢行咧，我好肯定咁話俾你聽，係冇，一啲都冇。呢種精神咧，正正就係我哋香港人成日講嘅獅子山精神，為理想永不放棄。呢種精神就係我哋顯示咗香港人係有文化嘅有力證據，所以香港點會係文化沙漠啊？而音樂就係香港文化裏面佔據咗一個好重要嘅地位。最近咧，我就加入咗 Partland Music 做音樂導師啦。咁點解我會加入 Partland 咧？呢幾年咧，香港人好似唔係太過開心啦，好多抑壓咁樣。我同 Partland 都希望可以用音樂嚟舒緩大家嘅情緒啦，令大家開心翻啲啦。同埋我同 Partland 嘅音樂理念都好相似嘅，都好想將音樂文化就普及啦，同埋令到多啲唔同階層啊、唔同年齡層嘅人咧，都可以接觸到音樂。藍藍天空高掛我的夢，因為只要有音樂嘅陪伴咧，我哋嘅人生就會充滿生命力嘅啦。所以我哋好想香港人係能夠擁抱音樂，擁抱生命。藍藍天空高掛我的夢。我今年已經58歲嘅啦。不知道天还会给多少时间我去闯，但我会知道我会用我人生剩余的时间用尽我的能力去令多些人爱上音乐，令音乐文化能够在香港继续得以传承下去。